今朝是来信感想，配合即将要来到的万圣节，黄启和好有意思亲子活动，别出心裁邀请到奶茶阿姨来教小朋友制作造型的饼。亲子活动首次接到囡仔亲手制作的饼，真侪家长面上拢充满着满满的感动。配合即将来到的万圣节，黄启和好有意思亲子活动，别出心裁邀请奶茶阿嬷来教小朋友制作造型饼干，亲子活动来做手做饼干。第一次吃到囡仔所做的饼，一嘴咬落是真正超幸福，真侪家长的面上洋溢着满满的感动。亲子同乐的活动，我们邀请到老师来教小朋友做巫婆手指饼干，我们会让小朋友了解到说饼干里面有什么成分，那怎样做出好吃又营养的饼干。这次是启豪连续举办的第三场的亲子同乐活动，未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举办，之后还会走出户外，还会举办更多有趣好玩的活动，邀请亲子一起来同乐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。都做好的饼都行出炉，小朋友是瞪大目睭来看着饼，家己夸家己做的饼是上好食。黄启和是一个有幼儿的老爸，感受到家长对囡仔的爱，深知囡仔心中过程，敢若有一届亲子系列活动，就是希望亲子共同成长。黄启和会持续深耕亲子教育，每一个拜六拢会举办亲子同乐活动。为了更加多亲子参与，也欢迎踊跃报名参加。谢新新闻蔡明东，新港乡长不得。人群中或许没有人是主角，但到了我的主场，我说的算。全民运动会，花光再加一。